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画的这张画。爸爸刚下班回来，拿起画，看见了又看，把画接在了墙上。兰兰不明白，问我只是画了自己的小手啊，我有那么多画，您为什么只贴这一张呢？爸爸说，这胖乎乎的小手你替我拿过他鞋呀，拖鞋呀。妈妈下班回来，看见画，笑着说：“这胖乎乎的小手，给我洗过哪卷呢？手绢呢？”牢牢从厨房出来，一眼就看见了画上红润润的小手，说：“这胖乎乎的小手，帮我拿过眼眼啊！”姥姥明白了，全家人为什么多喜欢这张画，他高兴地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小手变成了大手，他会帮你们做更多的事情。”哦，那弟弟，我们家谁的小手，谁的手手是胖乎乎的小手手？我们家。我。为什么？我是这个是蹦蹦是蹦蹦，我是蹦蹦蹦。你可以说汉语吗？嗯。你说吧，为什么？我是胖，胖乎乎的。哥哥也胖胖，但是我也胖胖。哥哥没有胖胖的时候哟。就是你会帮妈妈做事儿是吗？妈妈也有。妈妈也是胖胖的小手。嗯。为什么？妈妈。嗯。这个地方嗡嗡嗡。那好。再见。好吧。再见。ありがとう。